在奉化区另外一个路口，这天早上9点多，一辆扫路车正在进行清扫作业。当他缓慢开到第一车道时，驾驶员停车看车后方情况，突然后方一辆小车撞了上来，导致小车车头受损严重，车上司机和一名乘客受伤，被送往医院就医。对这个新能源车的驾驶员询问当中得知，他是一名网约车司机，平时可能工作比较辛苦，发生事故前一天晚上那个接单接了很晚，前一天还在跑车，跑到2点多起来，可能疲劳驾驶有一点关系，睡眠可能睡过了，没睡饱可能是有可能。今天早上起来9点多又接到一辆，算怎么说呢，从宁海过来应该算长途车了，他比较高兴，然后带着乘客就过来了。目前小车司机和乘客仍在医院接受治疗。经交警部门认定，该起交通事故中，小车司机在行车过程中存在疲劳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，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，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。